Yo, what up？ 欢迎回来，对不对？现在呢，我要玩一下公测版。公测版这里有一个新杀手，他叫 The How Master。这个测试版本呢，他还没有中文名字那些。我们来看看他的技能是什么一回事。等我加一加他的血点先。Oh no！ 哟，他的狗，他的狗咬着一个手给他。Okay, buddy。狗是一点暴力哦喂，不懂是怎样的一个杀手呢，有一点兴奋的我现在。OK。它本身的技能第一个是天灾钩，当你一把逃生者挂上去这一个钩子，最高精度的发电机会显示黄色给你看。下一个技能呢，就是每当有一个逃生者补血不到75%的时候，会面对很难的检测，如果那个检测失败的话，还受到20秒没有办法治好。这个技能应该是拖延他们的回血，不要让他们回血回来这样舒服。第三个的技能呢，震撼雷霆，就是你从高处跌下来之后，你的攻击距离会增加75%，所以你远远就可以砍到人了。Nice。技能呢，我就带刚刚那个钩子过了的呢，然后你可以看到最高精度的发电机变黄色。过后，它本身的那一个震撼雷霆，这一个呢，就是那个 Nemesis 的爆发 ，boom， 这一个死锁，你们都懂是什么的这两个。Okay, buddy， 红色 Mori， 开始游戏找一找先，先玩玩认识下这个杀手，不懂会不会是我的最爱呢？英文名这个 How Master 呢，直接翻译的话是叫猎犬大师。看看他击杀处决的动画先。Steve， no， 哎呦，派那只狗去咬他。Bam， what up？ 高天血，一个 parallel。A few moments later， 怎么这个测试版本找不到玩家了？没有开始了，不会开始游戏的 ，what the hell？ OK， 我直接玩一盆打人机先。What the fuck？OK. Switch command. 哦，狗好像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去检查嗅觉嗅东西这样子，一个是跑过去攻击。我靠近打一打 David 先 ，David. Nice. 砍人的感觉不错。狗，我的小狗 ，Go. 哟，我的妈，还咬着它呢。咬着它，然后缓速这样子过去，直接一杀。然后它的跑速我感觉到是 4.6， 蛮快的。Yes sir， 好的，狗狗去巡逻一下。派了狗去巡逻，我走在狗走过的路线会很快，会走很快。OK， 这里有人救了。Go， 咬过它。丢了胜利啊！哦，对，如果附近有人会 detect 到，会有 killer instinct， 就是刚刚那个通知。来吧 ，Ace。漂亮的。这里。咬他，咬他，看他咬着他先，他会不会少一层血？我看一下，不会少了，只是缓速这样的感觉。再咬个他，就是缓速这样的感觉了。目前我发现操作不算复杂。哎 ，David， 你干嘛 ？David， the fuck？ OK， 狗呢好像直接可以穿过了。嘣，看到吗？直接可以穿过这一个木板的。OK， 这个一刀，黄色那一台，叫我的狗狗去巡逻，快点。你可以用你的狗来加快你的跑速，这样子。我要杀高你们了，go， 咬个 David， 一刀先 ，score by B，go， 一死，不错，感觉不错，不会太复杂，不会太难用，我不行啊，我觉得我要开一下直播，要下现场看这直播的观众进来陪我玩一玩。不行啊，这样子我配不到人脸了吧？有 Dead by Daylight 的观众，现在立刻下载这个公测版本，一起匹配你做人类匹配下，拜托，拜托，我找不到游戏。2000 years later， 找到人了啦！跟刚刚打 Bot 的技能搭配一样，搞了这样久，终于排到一场人类 EPR 版要排一场哦，半个小时哦。来，
别老板干下声，各位。你好，遇到第一个人，遇到第一个人。大声大声啊 ！Welcome welcome 哈、啊，不要来爆炸。Nope。怎么了？我拍狗，我去那边检查一下先。好的，然后点这个人 ，detect 到真的有一个 symbol 在那边。First hook of the game， 失败发电是不是现在啊？好了，先选。然后回去狗子，一刀先 symbol 漂亮的 symbol， 你去哪里啊 ？symbol 给我 test 一 test 我这个杀手 ，test 一 test 杀手。symbol 连墙的不适合追，他用门用木板不会爆百币 ，OK 没事，可以用这个狗加速一下，带我跑加速，对，那这边 check， 有人跑了，破坏一下木板先 ，OK 这个不是 AI 了啊各位。Go baby， 给我帮我 check 这里好像有人，帮我 check， 然后我去那一台接，是吗？是这样子玩吗？类似了，类似，好像骑士这样，这个一定要破坏一下子了哈。这波应该当场在那边补血 ，Yes，OK，、okay, 这个一直在残血的这个 I like it，I like it， 咬个他，咬他一下 ，Save bro， 哪里爆炸啊？另外一边爆炸 ，Saber， 咬够 Saber Ham。拜托，附近有一个天才狗。Thank you very much。最高精度的鸡肋是在那边。Hello baby 的，你当心 baby 的，咬到他。白毛的，哇，对人类真的是爽。嗨。Let's go, Saber。哎，一直很多爆炸声，那边什么事情？太过分了，你们不要一直发呆嘞，给我时间体验下这个杀手嘞。有人。Look at this dude！ 慢追杀，我看到你。不可以这样贪心哦！不可以这样贪心哦 ！Bam bam！ Go， 上面那台去切切，上到去吧，你上到去吧，拜托上去一下。Yes， 跟着他，跟着这条狗你会加速。好，一跳下来，这里。先生 ，Let's go baby。咬个他，嘣！可以用狗来骗他，你放狗，他一定是会闪那条狗嘛。就是他闪的那一下，你可以跟他拉近距离了。咬个他 ，Let's go baby。What？ 小姐，小姐 share。Hello， 最后一个人 ，Hello， 等我拍我的狗跟你玩下先啦。哎呀 ，shit， 那么的棒吗？现在啊，你要去救人是吧？啊，不可以救，你不要躲处理出来，咬个啦，各位 ，Good dog， 啊，继续咬，咬不了，嗯，对，等一下。等一下先。Hey, what happened? 人类场，正式击杀。Yes， 这条狗果然没有养错。
Go. Thanks, guy. GG, GG. Very, very nice. OK, 现在呢，我邀请我的观众，现在是这些全部都是观众来的。我排陌生人哦，很难匹配到，所以我邀请我的观众进来陪我练一遍这个。各位观众，现在有一个新地图，雪地这样的。来了新地图 Ormond Lake Mine， 很扯亮啊，很亮，我调暗点先，蛮亮的，蛮亮的，哇哇哇哦，喂哦，这一个地图我跟你讲哦，如果是用 Ghostface、Michael Myers， 就需要去偷窥那种啊，就好玩了。你看，全部很 open 的，很 open， 容易看到人嘞，很 open， very very nice。我这样子放一放，前面那这样子，跟一跟我的狗加一加速先，加速的时候靠近它，没有没有，等一下先。OK， 因为这个人用木板打我，用木板打晕我就有十轮恩怨了。好，很简单的我的人，用木板打晕我就有十轮恩怨了。Go baby， 跟观众玩呢，剩下两台机这样子我才认真。现在是练练先。有了爆炸，爆炸爆炸，爆炸爆炸第一，爆炸爆炸，爆炸爆炸第一。咬到他爆了这个。Right. 刚刚好面前有一个白色狗。OK， 我加快我的跑速，赶快拉近距离，赶快拉近距离，然后来这边。给他把力啦，咬到吧，咬到吧，咬不到，给把力。我想测试一下从高处掉下来打人的那个距离，你懂吗？Promise，Promise。OK， 应该多一点控制哦，那个狗转弯，应该多一点控制那个狗转弯。Go baby， 咬他一下先，应该来得及靠近距离了，他咬他一段时间的，拖住他的管束。OK， 勾起来之后观察哪一台黄色，黄色就是最高进度。对，搞清楚 ，Let's freaking go！ 漂亮的，漂亮的。来 check check 看 ，Roman， 那个狗有一点，我觉得需要再适应适应这样子。共鸣两狗了，直接处决。漂亮的，我有一种直觉啦，就是正式版一出了之后会有一些变化。那边放狗去检查一下。这里两个人爆炸，两个人都爆炸，我读过一点不能。Gotcha, bitch. Oh. 这一个几勾了啊？这个勾上去，我们看看。二勾，二勾 ，OK。不好意思，不能，不能，不能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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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题 ，Go baby。No. 过去，咬到谁就是谁，咬到谁就是谁，赶破狗啊！八。七、六、二、一、零。哎呀，处决的地方都奇奇怪怪的。OK， 大概了解了，大概了解这个角色，我觉得蛮有趣的。测试下线 ，OK， 如果打不中，然后还可以控制他再扑罗一轮，看到吗？我蛮喜欢这一个地图的，这个雪地。我们再逛逛先。其实不会讲很小，其实蛮大一下。这个地图我看到，这里也是有一个木板这样子的小位，给你们留下留下咯。这里有那一种 loop， 这里有那一种 loop， 这里是大门 ，OK。这里是主要建筑，主要建筑有地下室咯，地下室有时会重生在小屋咯。刚刚顾着嘴了，没有时间观察到这个地图，放下铁线，这里有个人死掉了哈。What the hell？ 那么巧了喂。
我跳下来，高高掉下来，我的技能就启动了。看到吗？直接冲几米啊，你懂吗？哇哟、哦！他木板先 ，OK， 上楼，他上楼各位，这是下我们的技能了，他跳 ，OK， 他走一段路线，我们下来这个距离啊，走一段路砍16秒，你总共高处掉下来有16秒时间，可以长长远远的俯冲 ，Nice， 不是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会怎样？比如讲这样子啦。有也是算，也是有启动。总之你有 four 就是启动的那个技能。Very very very nice， 鼠弟 ，do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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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落闸放狗，落闸放狗，各位。OK， 最后一个我放走。系啦，边一张纸咋啦？张袋耳绳啫嘛。先打一下了 ，Let's go。好的，各位，这一个新英雄，测试版新杀手就这样子先啦。这个影片大概认识下，知道下以后，正式版一出来会是怎样的一个感觉？会影响什么？我觉得会影响了。我喜欢他那一个技能。现在这个影片我在剪接这的时候，2V8已经出了了。我很快就会把2V8的内容剪出来。Dead by Daylight系列，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一定要 like， 让演算法好一点。OK， 记得订阅，订阅时候开铃铛啦，有影片更新你就可以收到通知。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